黄毅清被判刑15年。日前，黄毅现身机场，装扮靓丽，比飞心情好。近日，黄毅现身机场，一身牛仔裤、白色 T 恤，整个人看上去都十分的漂亮休闲。面对镜头还莞尔一笑，似乎当年的小燕子又回来了。而今天，黄毅的前夫黄毅清还因为贩毒被判刑15年有期徒刑，而黄毅清也因此事被刑拘数月。看来黄毅也是丝毫没有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，心情依旧是美美哒。当黄毅见到有记者打招呼的时候，黄毅更是开心地对着镜头比 V 打招呼，笑得十分灿烂。黄毅和黄毅清在2014年就已经签字离婚，随后黄毅清更是多次发文爆料黄毅的私生活，期间还晒出黄毅的私密照片，遭受到网友们的一直批评吐槽。希望黄毅和黄毅清的事情不会影响到孩子，当然我们也希望孩子不要受到黄毅清被判刑的事情所影响，希望能够一直看到黄毅和女儿的友爱画面。